他的外套要脱。脱脱 ，OK， 没问题，我脱，严志玲也脱。其实很奇怪，男生脱衣服有什么好看的？各位，我们累了，起大枪唱好不好？我左边是普通，右边是失落。当我摊开双手，你会给什么寂寞？到某一首歌的时候，他就会骗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首。如果大家真的不喊安可，我就觉得啊，我们不好意思再上台了。所以大家刚刚一直这个喊安可，所以我们就很开心，就又上来要唱歌给大家听了。一定会是安可啦？不，不一定啊。真的吗？对，那么万一他们不想回安可，会想回家？你看嘛，是不是？万一大家都想回家了怎么办？我要问的是，你为什么穿这么多？我很冷啊！不公平啊！你不怕冷啊？我很冷啊！没有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原因，流汗。对，那个外套要脱。
脱脱 ，OK， 没问题，我脱，严志礼也脱。其实很奇怪，男生脱衣服有什么好看的？噱头啊！这我之间没什么可以省略，欢笑或泪水，想再回味一遍，看你的侧脸，哪怕些许的憔悴。前两天我们是这样子唱，对，后三四场是全部都给大家唱，或者是大家一起来，对，大家一起来，或者是可以登报说，好像在影射谁，对，所以我们不要讲，我是喜欢乱讲，但是真真假假嘛，我有时候真的是假的，或者是有时候真的是真的，那刚刚是真的，哎，假的，各位，我们累了，请大家唱好不好？起重万千万。